哎，这边有像，哎，这个是冬虫下残雪的嘛，掉下去了，都捡过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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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哇，是这个中华呀，兄弟们。中华烟是很稀有的呀，兄弟们，你们应该没有中华烟卡吧？来吧，我们做成烟卡。来，我们把盖子撕下来，然后可以折了。哎呀，中华可是很稀有、很稀有的，兄弟们。现在把多的给撕掉。虽然中华很稀有，但是刚才那个冬虫夏草我感觉更稀有呀，是不是？兄弟们，你们说冬虫夏草是不是比中华还要稀有呀？那我们一块去捡过来。好了，一个中华完成了，之后我们继续出发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兄弟们？一个奥特曼耶。这个是卡游的凶杀印章吧，兄弟们，这里面应该还有隐藏款的呀，还不，哎，这边怎么又是一个，兄弟们，啊，这个是隐秘勋章，还有隐藏款什么东西的，要不我们先把这两个给拆了再去找烟卡吧。来，让我们先拆这个凶杀印章吧，拆开来有没有隐藏款，隐藏款，兄弟们，看看这个，出来吧，隐藏款，哎，不是隐藏款耶，是欧布暗耀形态，不过也还行吧。来看看这个，这个黑暗隐秘勋章，隐藏款，隐藏款，哎呀，是个怪兽，是骷髅哥姆拉。现在继续找烟卡，刚才从这掉下来，应该在这附近，我们找一找。哎，在这边，来，哇，冬虫夏草，兄弟们，太棒了。那个什么东西，好像是卡包耶。哎，这不是小马宝莉吗？可以开出 SD 卡的耶。两包辉月包，这个是彩虹包，哇，不错呀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冬虫夏草做成烟卡，我都等不及了呀，这应该比中华还有稀有吧，兄弟们。来，打开来，如果是稀烟的话，这两只耳朵就不要，别的都还要，可以折了，一折两折，耳朵放进去，这边折一个三角形，这边也是三角形，好了，我们放进去就完成了冬虫夏草。那你们说这冬虫夏草是不是比中华还要稀有啊，兄弟们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卡包给拆了吧，彩虹包能不能开出 SSR 的彩虹画，兄弟们？哎，这透明感，哇，兄弟们，这是彩虹画呀，这是云宝的彩虹画，哇，太稀有了，兄弟们，彩虹画呀，哎，再来一包，再来一包彩虹画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哎，哇，这张是哦，居然是 TGR 卡呀，这样稀有的呀，然后后面就一张 SSR 啊，没什么了，还有一包，还有一包的彩虹包，来，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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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哎。又是张彩虹画，楼楼居然出了两张彩虹画，一张 TGR 呀，兄弟们，六。那现在还有辉夜包了，能不能出 SC 卡了？ SC SC， 我的 SC 卡片，来来来，一张 SSR， 哎，这边是一张 HR 楼楼。那还有最后一包，有没有希望出 SC？ 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是一张 HR 3D 卡，哎，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是什么 ？SSR 碧琪没有 SC 卡呀，不过能够开出两张彩虹画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